在此，我就想要说，请我们王长老来为我们发表今天的感说，谢谢。啊，应该有真心啊！我说真的，你应该有真心啊！我啊，我跑到那个三级院啊，我三级院爱上他的爱领事啊，有这个机会跟你见面啊，跟你家互相探讨今天的两位。也跟着台湾关系关，即落我今仔时代吼，拢爱去听迄落拍滚的歌谣，啊拍滚的歌谣，你定爱讲伊个药啊，一定足好。啊，我这有好好好吼，恁较了解做看到，不过我当然是足好。今仔听着人讲吼，台湾爱世界证明一连一连个讲，啊，我唔知迄三迄六字。会比台湾管理法较重要阿袂？啊，我讲了哦，啊，恁家己做判断。我今日就要讲，吼、哦，该分做哇段，吼、哦，你们应该知道的台湾管理法，吼、哦，你应该知台湾管理法。啊，我那第一段是讲爱抓住机会，机会爱掠掉。第二段台湾管理法是安怎来的？第三段。啊！你国家台湾，台湾你中间有一个连接，就是台湾管理法。第四，就是讲台湾管理法是啥物人去催生的？啊，我讲票，啊，甲利息，票参与完，甲利息交易完。然后我爱讲到那台湾管理法的政治的内涵。然后最后我爱讲主民主管，甲出头天。这么讲就不对。我真爱讲这个机会的代志。其实我一生听人讲机会故事，跟人讲一摆。大概我高中的时候讲一摆。啊，因为这个讲这个机会这个观念，我非常的感动。啊，我有非常的大的感触，甲我人生的成长的过程有非常的感触。所以我从这个。人讲诶，啊，我做呢，定啊，啊，你去，啊，去了煞误差啦。最近一个人吼，啊，去查迄个机会，迄个记录吼，啊，讲是查甫诶啦，但是啊，我写查某诶。啊，后来迄个我有呾伊讲是查甫，啊，我提起个，有呾去甲伊找，啊，最后有一个人写讲是查某诶，啊，好佳哉吼，啊，你甲袂好写，我写了错吼，啊，别紧，查甫诶太爱学你查某诶吼，别紧，所以我就讲是查某诶。但这个机会，这个观念，机会观这个观念，这个机会产生就是讲，有一个人，查甫也好，查某也好，爱伊头前会发问，后壁无问。啊，当机会来时，你一个张着干，扎起来，啊，机会去抓，啊，你就会当得到结果。啊，你若伫遐咧犹豫，伫遐咧三思两意，机会过去啊，你对后壁要甲了。知识分子就是作个比较犹豫，知识分子就是而且 yes no plus minus 机会不一样。但是一个做政治运动的人，还是任何做行动的人，应该爱先抓条咧，啊就去思考。啊，我一生就是抓条就去思考，我一直了听。我小学差不多读两年，我就出去流浪。离开阮家，啊，出去流浪，啊，我住伫山顶，啊，出去流浪，啊，我去住一间迄个草寮，啊，我就是去卖糖厂卖饼，啊，去个啊卖好迄个日本饼啊，黑太山啊卖的是药，黑太山啊卖的是药，啊，你若听日本人听话，甲饼啊讲我是咧卖糖啊，卖糖干嘛？于是我去卖糖干嘛？啊，暗时回来我饲鸡啊，我有饲鸡啊，啊，嗰段时间吼，甲饲鸡怎样就安怎我唔知。因过拢听有人在卖迄落个鸡仔细细只，吼卖个鸡，啊你我呾啊出事，啊收啊就卖个鸡仔只，啊你着家买一只干一只母，啊只会看，啊你若干干买母，啊你着袂看，对无吼？啊我着开买两只母，啊一只干的，啊真紧啊我着又加两三只，啊后尾着迄落鸡仔只，吼啊鸡母鸡仔只，啊一摆话，于是去卖饼卖。卖糖厂一顿啊！我煞火烧啦，去经厝火烧烧啊，空空，
大海啦，回个啊，小个康康，啊要安怎？啊，我伫遐坐底思考啊，我本来唔知要安怎行，啊，我人啊偏看，啊，我有一个家母，我甲伊囥伫咧家大吼，咧家大，啊，甲伊囥伫咧家大个内底，啊，甲伊迄落创一个一空啊，互伊囝囝会当出去，啊，家母走袂出，我发现恁只家母从家啊囝那个压来，家啊囝无一只死。家母臭花路是个真可怜，我感觉讲人，若无亲像即只家母即款的贴心，地高前世都不熟了。这就是我自细汉我就有这个爱心，我自细汉有爱心。第二，我后来这间草料啊小气，啊我去住过另外一间草料，嘛是一个人。我去住迄间草料也是。啊，有一日啊，睏醒啊，看到一只大蛇，哦，够大只，对伫个草料顶面啊，到下骹，啊，看到我啊，迄个手安尼，安尼吐咧，我甲惊死死，我惊死死啊，哎呀，啊，我今日我到今日了，我咧，后来迄只奇怪，迄只蛇无搞我讲，无搞我。但是虽然要加价吼，我可能后壁惊死。啊，我迄阵忽然间头壳转起，啊，这是草料，啊，这个草料无人害的草料。我说卫生说，我为什么唔该弄个派啊撞出去？啊，迄、那个门吼，迄只蛇拄啊偏冒入迄个门啊，啊门唔敢开啦，煞害啦。所以我弄落面子卡啊，对下卡挖一坑，安尼弄出。对我对阿华，这种作怪开始，人若要智慧，必先得我。所以我常常在讲吼，台湾人要生存，爱有贴心，还有智慧。啊，这两行，给我真大的启示。啊，佮后来在学着迄个讲，啊，智慧这个观念，啊，我着一生加靠这三行，啊，我着活到今日。所以我今日，你看我唔知几岁，我唔知，但是我从事九十岁。我做面卡做，人家咪讲你太无勤劳的款，我一种劳够冻啊，袂过劳啊，劳够袂过劳。但话讲到这头，啊，即嘛进入去本地，进入去讲这个道理过来太深。恁若讲1970年代，啊，差不多中年人，啊，你就知影一项代志。一般讲台湾，迄个时阵70年代。差不多台湾的思考，台湾的忙，的忙去，有影无？我跟你讲，真侪人来美国的，是迄个时阵，不是讲来美国的，去东南亚，还是去澳洲，还是去迄个南美，就是迄个时阵都忙，哦，迄个都忙，啊离开台湾。第二摆的都忙是差不多1978年，搁第二摆大都忙。台湾有两摆大台风，啊，台湾我另外是1978到1979，但这两摆大台风，啊，我哩都有。我迄阵我咧读册，但是我虽然咧读册，我已经做总理，即台湾总已经做过来。我用5年来美国，我来美国的一个月到半个月，走45天，我去创一个代志。就是讲，中国同学会伫大学的内底有一个中国同学会，我无再会话，爱改换做台湾同学会。我去辩论，30个人坐到遐，甲我问问题，90分钟问了 OK， 所以中国同学会全部会员台湾不同学合员，对派去，我继续伫咧做台湾人运动。我每2礼拜写一篇文章，电话报纸。大家假讲，我你像你的文章吼，你也点出去吼，你的石沉大海，石啊会落落去迄大海内底。伊感觉你那是写一百篇啊，点文一篇出来，你得偷笑。但是我写的文章吼，差不多3篇点两篇出来。啊，那3篇点两篇出来，安尼那有济无济？我一摆写250分，啊，美国人足奇怪。你若甲伊拍吼，啊，拢总共款，大家拢总共款的时候，
你就讲啊，你干那迄个玻璃上迄个使点，啊，其他也袂使点。啊，我都甲拍牌啊，甲写几字啊，吼，拍唔对啊，红手甲改改，白天嘛玻璃上。所以我一摆拢甲拍两百五十分，唔是我一个人咧拍，有几多组个人看到我安尼做感动，做倒下手。所以我安尼才有法度继续。每两个白山一片，每两个白山一片，两个白山。所以当我学校毕业的时候，我是1970年毕业。但是我1970年有一个问题，我去辩论，辩论赢。但是辩论赢，但反正是互伊踢出来了。对无？我1971年去辩论到问题，就到完去辩论到问题，搞一个啊 ，Council of Foreign Affairs。你可能知影 ，Council of Foreign Affairs， 美国嘅迄个最高嘅迄个国防委员会，也听见辩论，辩论赢。所以我迄个时，我有信心，我讲，安尼我要来华盛顿，来从事华人运动，未使当，未使忘记。所以我前期我就毕业，啊，我就来华盛顿，啊，我就找一个所在住伫华盛顿，国会边啊，有一个人甲讲，啊，你国会边是住偌，住偌偌近？啊，一个伫日本来，或者来，我世界上哪个都唔知。来我遐啊了哦，伊就讲啊，就 check in 啊 ，check in，check in。啊，大家人啊，那有可能 check in，check in，check in。啊，后来，我着见面咧，见面咧，哦，伊讲就 check in，check in，check in。啊，我世界唔相信，我世界过来看我。等伊甲台湾、甲啊日本的台湾人讲，佮你两个相远，还佫较近，伊是到 check in。我伫遐，到到近了去。我一直无搬走，大家人家讲，啊，你若无搬去高区，高区台湾南边住伫高区口，人讲台湾话，啊，厝佫较大间，啊，你遐厝细细间个招人啊，我搬去住伫招人啊，但是招人啊，袂要紧，他较温暖，吼、哦，较温暖，所以你若是讲伫华盛顿要来佚佗，啊，是讲要找一个温暖所在，请你来我个厝，来我个厝好，对，啊，来我个厝，啊，遐遐近个，我伫住伫个所在。但你说他，我继续做台湾运动，每两礼拜出一文章，每两礼拜出一文章。但是去到华盛顿，到含以后啊，以前的学校的校长无同款，我伫遐接近国会，对无？接近白宫，接近国务院。啊，古早时代的国会到含迄落，迄、那个国务院甲今仔日无同款。你会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即摆若要去就爱去登记，啊，所以就无爱去这边。因为今天是我去拢甲行业国会议员通商到底，啊，因咧有一个地下，迄个国会迄个议员，可能会使因会使坐，迄个地下梯，哦，因咧有迄个地下火车，啊，拢就我下去坐一坐火车，所以我伫遐咧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日时上班，啊，暗时我就去做咧，下班啊，关键去做咧，下班关键去做咧，好在在迄个时阵我袂错无，所以我遇到四小时的时间，拢有法度控制。娶某了后，我某就讲袂使，爱一寡时间也嘛了无，所以我以后较无遐尼下边。哦，不过在迄个时阵，台湾管理员已经做了，所以台湾管理员了后续的工作，我就留替予化牌去做。我干那几摆啊，甲因指导化牌安怎处理啊，甲伊更改化牌啊，互因大买了后，啊，我就交付化牌去处理。所以人家问我啊，你是不是即摆要化牌会员？你讲什么东西？爸爸是我生出来，你知不知？对吧？哈，不要紧啊！啊，我就讲讲我安尼结结果。啊，我就看你做法。后来就好叫一个人听着，伫台湾都当一个人听着。这个人叫魏无心，听着。啊，今日伫海外有一款的人，啊，迄个人人家叫笑。啊，迄个时阵人叫我笑，啊笑就笑，所以伊就要来偷偷来看，讲啊，迄、那个笑是安怎笑？我来了，看看，看伊也要做小人，当插嘛，所以都美国人个笑。伊要留到华盛顿，要跟我做经理，所以后来伊就我来华盛顿。我来华盛顿了，伊跟我做，跟我两个跟做笑的，我来升级，今年咧讲笑的一句话吼，对郭伟新哦，无礼貌。所以就讲一句较文雅的话，唐吉诃德，拢去好地。这本书，我本来是要写讲，你应该知道的唐国师吧？
啊，迄、那个骗车人吼，讲你爱搁加一句，吼、哦，伫国会诶迄个面前，伫咧拍门诶，唐吉诃德，啊，就听唐吉诃德，啊，唐吉诃德即句话是对出来，对咱家诶一个动容来，啊，迄、那个动容叫郭有新阿姑，系啊，啊，就就真奇怪吼，伊、哦、是咧唔欢喜伊阿姑去互皇帝上圣当去，啊，所以就。啊！就叫伊讲，伊是趁钱个。我有一日去台湾，郭富城逝世20周年，啊有办一个足大个迄个纪念会。啊，纪念会吼，伫台北夜班，啊伫宜兰夜班，因为是宜兰人，所以台北办了去宜兰。啊，我去个时，啊台北办了后，啊一个专车，吼、哦，迄阵啊迄个，一个专车要遮个人要搁去宜兰去参加第二天。啊，我就坐咧坐车，啊，专车吼，我隔壁坐，啊，一行就伫啊，就伫咧坐，伫咧坐。郭富城无代无志，伫遮迄落，迄做迄落，台湾人个咧是唔做，走去美国去学一个美国个汤吉诃德圣多皮，啊，伊也记得做汤吉诃德，啊，两个遐狼狈为奸呐。啊，我还唔讲啊，你敢知美国个汤吉诃德是安怎？我系啦，伊嘛是说起我，哎，真个可能捌美国个汤吉诃德。我讲你是美国的朋友，介绍就是我，就是我。我也唔管你是咩啦。如果我英俊系，啊，我国出国门，好足嘅，好足国门。我有些嘢，英国国出国门啦。你本来是现在，是你我甲韩国有先两个甲你救嘅呢。所以你今仔日下昼就只能好先哦，你阿你无礼貌。啊，我从这个故事讲好。即、这个评价听下去吼，伊讲即句话一定较下落去，唐吉诃德。所以我一本册写讲唐吉诃德，啊，所以你若讲买着这本册，你干呐去买着迄四字，啊，我讲着简单。呾，即个代志安尼就继续，就继续，继续到1978年，1978年，人阁请我去演讲，本来是个 Council of Foreign， Foreign Relations。不叫去演讲，这边是要讲吼，美国会使甲台湾断交的面，罢了。伊个唔是讲甲台湾，伊讲甲韩国民党嘅政权啦。那差嘛，我以前啊大家登嚟过，国民党政权啊甲台湾，啊是要安怎？啊，若国断交了吼，国民党政权无去，啊台湾会歪袂？罢了，我唔知要安怎讲。三个人对边，我。国民党的大赛，中共的大赛，要解决问题，我读个莫得少。所以伫迄个中间，我搁再搁长大，因为我有伫思考的空间。伫遐咧思考的中间，我搁较深深了解讲，未来台湾应该爱安怎行。啊，伫迄个时阵了，我卡在还搁宣布讲爱断交，啊，所以去变变就无效。有就是爱断交，断交了，咱要安怎？台湾要安怎？我刚才有一篇文章，顶伫一个叫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啊，迄、那个作者是一个参议员，叫做 Craven Pell， 啊，这个作者我真正个读个是，这个人确实跟台湾有关系。伊个继续从第一遍到三遍读，愈读愈感觉这人。跟台湾真有关系，安怎样？因为伫1940年代，美国是讲日本早晚会台独，啊，日本台独爱去占领日本，啊，爱占领日本的殖民地，包括台湾。啊，要包括台湾的是爱训练一批人，将来若登陆台湾的是爱有军事统治，啊，搁再有民事的统治。啊，民事当地要请什么人来负责？就是请这个人叫 Craven Pell。Craven Pell 伫遐咧训练，啊，要来将来有时要来，若管台湾的军事将领的时，伊要来做民事的最高的长官。结果又来无，咱知影伊无来，是安怎无来？因为佫另外一个人叫做麦卡瑟，恁大家知道麦卡瑟？Douglas MacArthur， MacArthur 讲 ，no， 台湾唔免让你只海军来占领，红六军来占领，
啊，陆军嘛是讲陆军来占领，陆军请一个人来占领，迄个人叫做蒋介石，闽南人知，叫蒋介石来占领。哇，可能门票了足侪时间去训练、训练啊，直直去了解台湾。啊，结果伊是讲我准备变啊，我变来占领，结果唔过来。所以当卡特到台湾断交的时，已经内心非常痛苦。伊予人来印代表，啊写一个伊内心的苦情，充分表达出来。我是安怎样去中国？假使迄阵我票来去占领台湾，今仔日的台湾绝对绝对是甲今仔日的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天壤之别，绝对是真的。伊在讲这个故事，啊，所以就骂陆军。啊，陆军，你若有只条，你有尻川爱了有下药，你家己去管，你无就无是叫是蒋介石去管，所以就骂陆军，啊，迄片无少叫我读。哇，我心非常感动，我皮皮抓皮皮抓，我赶紧去买一片，买一片，伊个是连杂志，叫做《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我赶紧去买一个 copy。啊，你爱知影，你若是迄个订杂志个吼，我作秀，啊，你若。在那个苏坦贝是很贵，所以我了真的是，那时候我没什么钱，但是我了真的是，你买一本，我拿，我就去找，我买票，我买票，差不多完，我有看到你签的文章，我很感动，他也不知道我什么人，我说吼，我敢会当人，敢你来讨论这个题目，他说好啊，你就这样吼，客气客气，好好。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讲诶，伊讲恁系，你当然就是遐尔大。我得每两礼拜写一篇文章，写七八年啊咧。八年头读博士，已经博士摕到啊，都是，所以伊足感动。啊，伊讲，啊，旧年迄个一年前，即国会有一个听证会，人权听证会，你知影无？我讲迄个我办的，我当然唔知。迄个听者会是我办的，迄个听者会我办。哇！伊等愈听伊等愈兴奋，讲来，咱阿怎样来保护台湾？哇！我一个心安就归拢。迄个苦情，迄个无法度说明迄个苦情咯，咱必须笑面出来，咱笑面出来。啊！伊就讲吼，啊！你台湾人就丢失什么？我讲我写一篇台湾人就丢好无？伊讲啊，无你明仔载写一个草稿来。我明天下去评论就叫做 Taiwanese people wa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ependence。伊足感动，伊讲我你写一暝尔，你就写迄评论就写遐尼好。我唔敢讲我是读政治的，我不要写政治文章，啊我这读假。所以伊足感动，伊讲安尼好，咱来创一个，听这话，请求这迄个。你一年前所创迄个台湾人权听证会，咱来创一个台湾做主题的听证会，迄个就是安尼演变，吼、哦，后来恁个台湾过来办。但是这个是在讲台湾的迄、那个，这个是在讲迄个国会的参议院的部分。啊，国会，伫美国的国会，你爱知影是两议制，你爱搁再影响迄个参议，迄、那个众议。啊，真好个在，我捌可能阮票。因一年半前，我阁捌一个参议员，众议员，即个人叫做任立群。啊，伊迄落去年甲讲，我即摆老人吼，我无讲迄落任立群，我叫James A. Leach， 啊，第二个我就是去捌James A. Leach。即人足奇怪，即人是台湾教的，可能阮爸嘛是台湾佬。啊，克里翁贝尔，我阿哥负责的。克里翁贝尔是做一万年的国宝官，做个大使，啊，然后再去做参议员。啊，这个金立群也是国宝官。啊，伊所研究的是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甲中国历史，包括台湾，对无？所以伊对台湾真熟。所以伊选择议员的是伊第一个助手，因台湾第一助手是台湾人啊。不是讲咱这个白面，咱这个黄面的台湾囡仔是白面的台湾囡仔，伊的老爸是美国人，但是去台湾宣教，啊，伫遐宣教了后，是遐生囝，啊，伊伫台湾出世，读小学、中学、大学来美国，
毕业了，莲花富教会跟我讲教会，太遐尼奇怪，太遐尼拄好，啊，事实就是安尼，机会教会就遐掠掉了。所以，伊拄拄啊选掉，啊，也未上任，啊，伫遐伫咧伫咧清这个这个迄个 office， 迄个时阵，我去拍着这个未来的台湾关系法，两个台湾关系法几乎会中间的一个。这个人还更厉害，克雷蒙贝尔已经有够厉害，但是这人还更厉害。伊厉害伫倒位？伊厉害，伊是运动选手。伊敢讲我厉害是运动选手？我说运动选手哪有啥话？我伫遐咧看拍篮球的，伫遐拍football，我也无讲特别甲伊尊敬遐人。伊讲不是，你不知。伊讲我是学柔道的。柔道的，我今仔时代我嘛伫台湾嘛是学柔道，我感觉都无厉害。伊讲我是柔道冠军，哦，海一波就厉害啊，我唔捌冠军过。伊家讲伊是中学的是爱奥华的冠军，大学的是伊是长春藤花大校伊冠军，后来去英国读册，佫是全英国佫冠军。我讲啊，你这讲这较含，我要甲你讲到我讲了，我还是免得连我来。伊讲甲你讲，伊讲台湾的管理法吼。要让他通过吼，爱用智慧。伊讲所有的运动内底上爱用智慧的，就是柔道。伊看这个人足大条，啊，我生这些汗啊，伊用力来，我来用力使力，啊，就扛着会倒。这部就是我牛的所在。我讲，安尼我嘛还要跳舞，安尼才到我时间来练我。伊甲讲，我成立四个健团，健团是什么？那在六万年，台湾六万年，民进党的有一个民进党政团，国民党有一个国民党政团，等。在美国嘛是同款，有共和党的政团，还有民主党的政团。伊讲不是，我这个政团是要国民党，要民主党，要共和党，要参议员，要众议员。啊，你去讲我都听无，你讲我都听无。我讲你是安怎讲？伊讲我这個政团。我改号做理性问政政团。啊，你若是无来参加我这个政团，那感觉你这人无够理性，所以惊，大家都来参加。我管下你是民主党的，你是共和党的，你是参议员，你咪去到迄个众议员，所以拢来参加。啊，伊做好。啊，因为我讲你选啊爱去创这，你看我当时唔是甲你讲。我要替你做台湾的迄个政治，啊，台湾的政治你第一个来参加都无得，所以我就拢去找，哎，讲伊伫咧思考要安怎做台湾的政治，甲做个成功。啊，后来讲你讲要讲台湾管理法，啊，我台湾管理法是要安怎要做好会成功，所以就从这个团落来，一个开始算咯。即摆有一个台湾管理法，啊，我要负责众议院部分，啊，可能我们要负责参议院部分，来，你甲投票。投票通过，啊！大家你也无个投，无个投票哦，通过的时候，你投个就无够理性，啊！就不得不啊，投孤了去啊，签名投给你过，424票，什么叫做424票？我听无。伊讲讲国会的议员拢总535个，迄阵去投票，迄阵还佫包括。到气管呢，39个，安尼就剩较无500个。迄只有3个版本，咱今仔日所看的是最亲民台湾的版本。其他还佫两个版本，一个是亲国民党的 Mary Goldwater 去主导的亲国民党的版本，再来一个是亲中共的版本，要从台湾送予中共，要来。冠铁上海公布，当面的冠铁这上海公布这个版本是什么人去找出来？大家人都捌，啊，大家人熟悉个，这个人叫做 Edward Kennedy。Edward Kennedy 哪会去想这个？因为 Edward Kennedy 要纪念伊的哥哥，是伊的哥哥，伫哈佛成立一个政治，还是讲公共政策？
行政的学院，啊，迄个学院的院长叫做 Henry Kissinger， 大家拢听有 Henry Kissinger， 啊 ，Henry Kissinger 写一本册，伊讲过去的外交的迄个理论拢荒唐，因为过去的外交理论讲要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伊讲。无论安怎咧去理想，最后都是现实主义。所以理想主义迄是假，理想主义其实是假，存现实主义。那么安尼现实主义是什么？现实主义就是利益的交换。我美国阿克汉中国的利益交换，我美国甲英国利益交换，我美国甲台湾利益交换，拢都是利益交换。今天台湾人在讲台湾国人，就是讲利益交换这个观点，阿弟咧了解。但是，好佳哉，后来所通过不是这个版本，后来所通过就是这个克里蒙票佮含这个任立奇这个版本。啊，我拄则讲任立奇，伊读中国政治，佮读讲历史，啊，伊所用的外交的负责人，佮是伫台迄个台湾出身。一个白人会走进来，啊，这个克里蒙票，克里蒙票是什么款？克里蒙票，伊老爸是外交官，捌做过一摆的议员，后来佫无做，佫回转做外交官，做大使。要袂做大使以前，就已经是外交官，毋是讲明仔载想要做外交，要做外交官，明仔载大使就是。所以伊要袂做外交官时，克里蒙票对伊老爸，我伫国外伫咧生活，伫咧走走走。啊！你走美国人，甲含咱其他的人就做大不共款。若讲台湾人讲要做外交官吼，包括来美国，所以阮恁几啊人谈，会当什么人考着外交吼，做牺牲。对美国人考着外交吼，大家无遐牺牲。为什么？你爱去第三国家、落后国家，所以共款的开门票，伊就拢去第三国家、伫遐落后国家，伊来遮变软来软去，甲遐黑人啦，去甲遐个迄落迄落受压迫的民族，伫遐软来软去。所以克里蒙票在两年来两去的中间，去和当地的政员也去关关系断带。一般大使啊啊外交官啊是外交主的官员，爱顾着出街，但是伊做了过分，伊叫关两摆。是这款的人。第二，伊国家就是个好样个叫，好样个叫叫做 AP， 咱即马大陆产社会，吼、哦。社会，从美国的迄个supermarket， 社会，啊，英国叫做 AP， 上好上上关战术的，叫做 AP， 啊 AP， 干那生得就走紧啦，啊，迄个后来就是假，克里蒙票，所以克里蒙票，伊咧做外交官，伊就无讲，来，咱来做外交官，咱来选议员，啊，咱来选议员，咱就免烦恼讲，伊爱去干无法，啊，咱家己的钱就再开。伊选六摆，伊个钱开甲了，开甲大，伊拢无去扛起花钱钱。所以当然想要家己乌死，想要家己贿贿赂，无计那摆嘞，我那袂用着你个钱，你个钱算数咯。啊，若是安尼，即个忍力钱，会使家己乌死，会使家己贿赂个袂？我甲你讲，忍力钱死翻头，忍力钱也是外交官，伊还袂去做议员以前是外交官，外交官有钱。伊伫国会，伫即个联合国，啊，伫咧开会，啊，代表美国伫联合国伫开会时，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尼克森总统要求一个人叫做 Elliot Richardson， 迄个时阵司法部长，叫伊罢免一个叫做 Archibald Cox， 就是要水门事件要来调查尼克森。这个人国有罪也无，啊，迄、那个尼克逊家，这个司法部长讲，你将这个人给罢免了，啊，我就无人会去给我调查我的代志。啊，这个，啊，这个 Richards， 这个司法部长，我袂当接受这个代志。我虽然是你的部下无唔对，但是我良心不安，我袂使去将这个人给免掉，因为这整个美国的司法制度就是安尼行的。伊讲啊，你若要叫我改变掉，啊，你我要辞职，啊，伊也就辞职。
这个时阵，这个时阵，你何以咧？林理事听到，林理事讲，你个这个政治做人这样保险，啊，总统阁是共和党，啊，我也是共和党的，我感觉足搞笑，我做共和党议员足搞笑，我要从迄个议员，迄个议员长，啊，无啊，迄个做迄个党政，要交掉，啊，我也要无爱做官，无爱做官，我要辞掉，辞掉，等你引导。因老爸看你要当阿做啥？伊讲啊，你就是讲细细间干么店，我来给你搞一间干么店。因老爸讲，这间干么店哪能你搞？得等于做官，蛮害人，唔敢等于做官，见笑，唔敢等于做官，失业。一年咧失业的中间，几阵间一个人找，这人是爱我州泉州的共和党的主席。伊讲来啦，你也选选议员？伊讲选议员，我一时唔敢想，讲要选议员。如果什么人叫你去选议员，我是讲你用你的形象、你的名，哦，你红个头甲摆出去，啊，来选看卖遐，看你会了未？结果高票当选。迄、那个爱华州伊迄个选区，从来唔捌共和党一摆有一个共和党去选了，伊选了。了后每年拢一人竞选，一人竞选，每年都选介绍，一人竞选，形象太好，形象太好。这两个去滑板的，这两个去滑板的，这就是我常常讲讲吼，机会无真多，机会来你也掠了嘞，啊你若掠咧想法 yes no yes no yes no， 啊掠掠是讲 plus minus plus minus， 我跟你讲 minus b plus 卡侪，你别相信了，因为是 minus b plus 卡侪，所以你来机会掠掉了，你掠掉了输过，我从这两个掠掉的，这两个人。后来就看出面对台湾关系法，但是两岸台湾关系法，以后他更好足一块。咱台湾人介绍我，马进，介绍马进两个人，咱说阿爸来介绍是其他个人，咱介绍一个叫做马进，叫索拉兹，捌无？咱介绍马进来叫做偏哪里？捌无？但是这年纪个，我跟你讲，什么人？我问迄个初代人，我讲你国会议员第一日捌什么人？伊讲捌肯尼迪。我问讲，老师，我先捌肯尼迪。我先那开始捌肯尼迪，啊，以后去捌肯尼迪我都记。有一摆，美国要选总统，啊，即个迄个选总统的人吼，介绍拢无够大尾，无够大尾吼，啊，亲戚都无够大，后来去选着什么人？选着卡特胡尔。啊，感觉算看看咱无够人。啊，我甲有迄个朋友，迄、那个朋友本来是要选菲律宾的总统，选无了。迄、那个总统叫做马克思，伊全部独裁。啊，伊这个选无了，就爱走路，走路来美国耍兵外交兵。啊，我两个变成难兄难弟。啊，难兄难弟，我两个吃做伙。伊若读毕业后来，佫回到等于迄个菲律宾，应该做总统。啊，伊派伊一个部下去菲律宾去试探看卖，迄、那个查某人后来做总统。但是啊，我个部下做总统，啊，我又要做啥？伊迄个部下，迄个查某总统解讲，互你敬甚物款个迄个官，你敬爱敬无比迄个总统佫较大，所以后来。将就错，将错就错，后来做外交部长。逐摆若来美国，爱定爱来找我。啊，阮两个是难相难敌。有一摆，伊甲讲，哎，黄某某，哦，咱来跟邀迄个 Kennedy 出来选总统。我讲我唔捌 Kennedy， 伊讲我唔是讲你唔捌，我捌你，伊讲伊唔捌。我讲是安怎？伊讲伊是天主教，啊，我嘛天主教。啊，伊教我教话，佮共教话，啊，阮两个岁数佮大几领。好、哦，啊！我找你来，唔相信，我找你来见面。啊！我找你来讲我的教会。啊！我跟着伊的主教教会做滴。伊讲吼，咱来遮办一场的迄、那个，无款餐会。啊！来以后迄个肯尼迪出来选总统，哦好啊！啊！我也不要，我也不要创这个代志。伊讲我来创。啊！你倒叫人，倒叫人。啊！我拢总爱叫贵，我爱叫五百的。啊！我台湾人去所在去拼命去敲电话去敲300个人答应要来300个，因好奇啦。下当伊甲人骗啊，你爱一个手哦，
甲咱甲偷笑都来不及，所以我叫三摆，啊，伊叫几？伊叫两摆，伊叫菲律宾人、日本人，啊，即个做迄个东南亚，包括啊，即个越南的，等等，伊叫两摆。你讲我，你个吃强，啊，台湾人是特别可惜偌济，台湾人就是安尼，啊，但是还佫有，我来甲分解几。你若要去我第二摆吼，我甲你创你一千个，伊讲你哪会晓？当害人即个一千个讲来教你吼，一句话收袂倒转来，下回笨得叫收袂倒转来。我赶紧敲电话来甲王贵贤讲，王贵贤讲咧，加这一千个无问题。当害人伊又讲来教你，哎，搁再个一句话收袂倒转来，惨了，伊就去找蔡东元，赶紧蔡东元讲一千个哪有算？无够看两千个。我想蔡东元那样搞，原来我三百个是一个五十块，蔡东元是一个十块，两千个怎样呢？啊，你若要算计是两千个较重要，还是十块三十？你就无买五十块对，五十块无够看，两千个较重要。所以啊，迄个去那里就足感动蔡东元。啊，蔡东元头一摆去见到迄个国会议员，哇，迄个唔好讲，规囡仔惊走卡嘞。但是后来我甲伊说话，因为我后来发现伊是要惊迄个上海公布迄个公司。啊，蔡德永毋是，蔡德永是讲啊有一个国会的迄个遐尼好朋友，我一晚开两条条，对无？第二个，后来伊是安尼，参与啊就是安尼去建立伊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了后，哦，再过一个叫索拉兹。索拉兹是迄个做阵去纽约了后，伊个官区会算出来，会先算出来前几万。本来我甲带伊毋是要见见，我才去国会。迄阵我咧做外交部长，做我副部长是我个老师，我才伊个是，我毋是要叫伊见见，我要叫伊讲见什么人，就叫做认定。哇，伊安尼足感动，毋知去倒来去无份，无偌济钱我毋知。啊，无钱去，去到英利家吼，我听好你，吼、哦，我甲你帮助你选举，啊，你替台湾讲话，我也无甲你教这套，你来教这套。英利是足强，你搞过咯，我著干那迄形象，俺都著甲选掉，敢是？啊，我永远选举，人都每两年选一摆，选十五摆，拢干那一个形象，我迄红仔头就是靠你选掉。打中间要做啥？我讲唔会，唔会，伊就错在。我讲我唔知你赚到钱啦，最后你有两万块啦。啊，我中间我有两千万，啊，迄、那个爱情的疑问是要减两万块，减两千万是？哎呀，这都难掉。伊定搞我小妹，伊讲疑问是生理人，爱生理人爱情，家庭主妇嘛爱情。普通人买爱情，我红红红收用掉，红办下，我印未出来，我印未出来，所以就无线无感觉，多少么感觉？哦，大家你若知道搞，你会知。啊，你宗教了，啊，你讲你基督宗教宗教，我才有两万块，我给你，对不？宗教关你是贡献，没有顾虑。我讲你在是吼，迄个阴错阳差吼，问题都念不出，常常念不出。但因为安尼了吼，两个人愈行愈远，愈行愈远。啊，这个蔡德永后来就离开任内去，任内去还去开证明啦，任内去开证明。所以任内去讲啊不好，你无要抓我，无要找我，啊不我咧创一个叫做。四人帮有无？捌听过无？四人帮，啊，我来组织是四人帮，包括你所爱这两个人，包括肯那里，啊，加包括索拉兹。四人帮就是什么人？入内去，格罗邦票，肯那里，索拉兹，这个四人帮。所以从这两个才黑落来。但是伊来去去上上课，因为我有着台湾的观念，我去检测做。国会内底亚洲小组主席做到我退休，一直亚洲小组主席，啊，你拢无来找我，你拢去找我另外一个人，心非常痛苦。去年
我想讲四十年够啊，咱来写一本册，就是这本册，我想讲来看看，看这个克雷曼票，啊，看这面是要钱的无？我见到克雷曼票是啊，这面是要不钱的。好，我写给好，就是写，就是写，就是写，写六个月，石沉大海了。我唔捌伫你讲咧写文章石沉大海，即摆是石沉大海。他写伊都唔错嘛，他写唔错。甲差不多要中旬，十一月底，忽然间，三队飞来，请你来，我欢迎你来，我去你抓，我去啊！伊唔知要考我骂，还是要考我安怎样，要搞我碰面，我做咩？我看伊笑伊，啊，我哎，无可能，你敢无接我阿婆？唔系啦，有接到我十片嘛得，我讲唔敢无啊，你又唔敢回避啊？我不愛講，啊無安尼啦，你花兩點錢，我給你印張票好，因為我今日預算說兩點錢好好，兩點錢、三點錢、四點錢、五點錢、六點錢、七點錢、八點錢，加慘啊！我今日幾個人攏就要倒落去，我問下幾個人，我頭先要起戇啊，啊，佫一個喊我女士跟我做一件，叫邱大姐。啊，这律师吼，啊，就去总部做批，过来批。哎，这大家拢无订单，啊，无食饭，啊，除了那好，我伫咧讲，伫咧讲，白点钱，哎，某伫咧讲，好，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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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咧创啥物等下？啊，你伫遐伫遐在创啥？我甲伊白讲，白点钱袂使佫讲。那系啦，录音白点钱是有够济呢。啊，我要甲伊迄个，要从迄个白点钱的遐录音，甲伊写做一篇文章哦。我一定死的，我咧甲讲吼，系啦，我要甲伊，要甲伊写一篇文章吼，我不能写。伊讲什么文章？我替你写。你出来这一篇文章是替我写。我话是台湾人，若要看台湾官的我文章，这个是绝对是 number one 的文章。伊替我写，啊，这人偌牛。我去的时，我去先去看伊，即卖是偌牛。所以我计从迄个电脑台，台开起看，十三个荣誉博士，我去我也阁好。啊你，当时我捌你个时吼，啊来看你少年家尔，你即摆已经十三荣誉博士。你讲我那样，我毋是十三荣誉博士，我是讲大家我讲两遍，我即摆十四个荣誉博士。我是我哪个找个个时，你讲我那什么，你阁唔对个啊？我即摆十五个荣誉博士，遮尔厉害。这么厉害的那我比较更学了这两个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是普通是在管国防跟外交啊其他给州政府是在管你知道啊税务也有联邦税也有州税那大部分是这样分工这样分工那这样分工之后的那个联邦的那个如果说那个联邦的那个重要性吼，甲含少比个吼，无你甲少个较大，即叫做联邦制，叫做联邦制。那即、這个即、這个迄个克雷曼表啊，伊迄、那个，我咧讲伊带一个迄个好业务，吼、哦，带一个好业务。啊，伊选举诶时无亲像迄个任内是遐尼厉害，啊，伊毋免讲，啊，任内是根本就毋免选，啊，伊就调啊。但是克雷曼表还算，爱用用家己的钱，爱用家，用他后来挂点钱，他前头的钱来去当挂，多少钱看到，钱拢开大个，爱无用人的钱，克雷曼表阿叫做面试安怎？我今日伫约个所在阿爷讲被人用了，如果我咧想我找你来，我看弯刀。啊、我是讲你啊，如迄个恁老恁某吼，唔知感觉迄是隐私权，你袂使去管。啊，不过你来，你来看看啦。三个路，看到三个路，真卡。你若是看洛杉矶的三个路，还是迄个吼泰州，真卡的三个路，钱拢开大个。但是伊所关心的是啥物货？伊所关心的是替人民的服务。我按照你讲。他就不会说克雷曼表伊毋是讲外口尔，
伊对有证也是非常出色。你若是恁有囝去读大学，拢知影有一个叫做 Pell Grant， 捌听过无 ？Pell Grant，Pell Grant 就是伊发明的，就是伊去争取。啊，美国敢那有一个 Pell Grant， 伊个联邦政府敢那是通过一个 Pell Grant， 教育方面。啊，伫文化方面敢那通过两个议案，一个议案叫做 Endowment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 哦，即个艺术。诶，迄个国家基金，啊，搁一个叫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 啊，人文诶，迄个基金，啊，这是克里翁贝尔去创，啊，干那克里翁贝尔以外，无人去创这，啊，克里翁去这贝尔创这了后，啊，总是有一个人去接应，叫什么人去接应？叫人类去接应。所以美国遮个，你感觉讲吼，诶，上盖管的吼，啊，拄拄这两个人。啊，那安尼是，伫国会人称呼这个人叫做 giant 巨人，嘛是应该。巨人不是讲安尼高强大汉，大把无不是一般。巨人就是他个动作了，心非常的自卑心，爱要听。结果这个 giant， 跟咱这个人讲叫做 giant， 跟咱这个人讲叫做 father of Taiwan relationship。在台湾国行运，过来在台湾管理法，阁是424票，424票代表什么？代表国会的全部79.25%，这代表啥话？国会若要通过一个法律，爱出席的两分之一。啊，若讲无爱好，美国因为三权分立，无爱好总统来否决。啊，出席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也不是出席的两分之一，也不是出席的三分之一，伊是全部79.25%，这代表啥话？美国若要创一个宪法，要互伊通过，非常困难。美国无叫做修改宪法，美国叫做情报条文，有无？爱情条文，要情条文爱全部爱75%，但是台湾官的话。79.25%，所以台湾过来会使收买收改的，美国讲未使，因为这是79.25%。除非你以后阁有一个人去运动好超过79.25%，现在会使修改。但是 ，however， 台湾人讲不爱台湾过来话，会使收得着，现在该当收得着，因为这是国内话。我收到两个，收到两个，这不是国台湾法无违反，这是国内法。国内法代表啥话？伊当初甲讲国内法的事，我听无。后来我愈想愈知，讲好，该才是国内法。国内法就是讲，你无经过台湾同意，我主动来给你保护，我主动来，给你一切好处，我主动来听从你台湾，这比国际法搁较重要。比什么讲界限、正名、入联，搁较重要。台湾人唔知，所以我是讲我已经老啊，我无写这本册，无人知影。我等于台湾学者拢对我行，我行到对学者对我行，政府官员对我行，官员对我行去创啊。因为我唔知，我咩甲你问，我真正是唔知，所以是唔知，所以台湾定定咧讲讲迄五四三，那个文不对题，文不对题。我感觉迄国王爱五四三，就是安尼，所以我不得不虽然讲老啊，我爱写一本册。一本册，你若讲感觉一本册无啥物价值，你甲看遐遐图片就好，遐图片会说话。图片第一个图片是什么？克林顿票坐我去白宫去看克林顿总统，伊毋是讲干呐，伊一个人坐我去，伊叫国会议长去坐我去，伊搁做个。参议院的迄个财政委员的主席，三个人陪我去讲，白宫，伊去的时候发现就讲，啊，总统较后日上个咧，真好哦，啊，入去了两个人笑溜溜，安尼好不要紧，要翕相的时候，我也拢做，伊看拢咧上，来来咧，伊就徛起来，伊就讲台较悬的，要求较高嘛。我去华盛顿住
都遐个遐尼侪年吼，就是遐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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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真正有用是我时间，我真正有抓住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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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我真正有用咧，请就该用咧爱情，啊哎，用咧请就该用咧地位，这是我一生对于迄个吼，迄个细汉个中间家己去主动啊啊，家己去去啊，这无个中间。你是跟我这样我一直拢怀疑，建国较好，还是台湾可能国较好？大家人讲，当然是建国较好。讲啊，你敢知？讲啊，大家都嘛讲台独、台独、台独、台独。啊，什么人咧讲台湾话？我话你听啊，台湾你听话者。讲台湾哦，台湾哦，问题出在遮。我问你咧，什么事？啊，到底讲台湾讲的话，再讲讲完就是对。伊讲主权，啊，主权是啥货？伊讲独立，啊，使讲独立未？伊讲未使，大海啊，主权就是独立啊，独立未使讲独立，啊，强调讲，因为迄阵美国甲韩、中国两个伫咧建交，两个伫咧以友好诶时，美国有讲中国该带诶，你只要不痛，不怒。我要甲台湾讲，不独，听无？只要不痛，你无要讲迄个独立，啊，无要来提台湾，啊，不不，你无要用武力来，我要甲台湾讲，你不独。啊，若是安尼吼，啊，台湾人都永远无希望，都无独立未希望啦。伊讲，那，我老甲你讲，无独立希望。我你用一个别款的字，你莫用迄个字。我后来我头个转去，我甲讲啊，无我甲你讲一件代志，无我甲你讲一件代志，看你讲我安尼讲对唔对？我讲吼，台湾人我有一个真聪明啦，做过中央军，中央军伊叫做胡适之。有一摆伊来美国读册，伊伫美国读博士，转去台湾时，伊伫美国才学着迄个民主的概念，哇，真好，民主真好。转去到伫个国家，伊敢知影一个点仔可能是，啊，民主又台中国无政治。啊，去要安怎讲？啊，要演讲啊！啊，但搁存久现在要演讲，啊，迄字也想无咧。啊好，伊非常个头壳转去，德摩格拉西，啊，翻译做德摩格拉西。啊，同款啊，你大都未使讲咧，甲换一个看是甚款的字啊？你敢翻译做德摩格拉西啊？所以咧，伊问我。你有无？你捌看到伊最近讲一句台湾需要自主，人家讲啊，那恁你甲草地有啥物差别？哎，所以伊袂错，我咪讲并不怎么差别啦。你甲用迄主权，可以甲下个大陆同款一国，后下嘛歹用迄个字，歹用迄个对中国诶迄个承诺承诺，迄个字安尼就好，安尼台湾独立无？啊！你一定爱有迄个字，你才爽快。大家人拢甲讲无迄字，我袂爽。你领导的代志，你无迄个字，你袂爽。你领导的代志，我讲啊，那安尼是你当官，你讲话听。哎，我阁袂晓讲，你都唔知，你都唔知。所以迄个伊讲一句话，我真介意。苏明讲一句话，伊讲啊，台湾就独立了。啊，大家讲台湾无独立，随便人比。苏联佫较迄个激动，每个人对这比较厉害，你实在可怪。
就是咧骂苏联，我当着苏联，我当着苏联，所以台湾人拢会晓伫遐搬物件自由哩。的确，民主个搬物件自由哩，非常危险。迄个伊讲一句话，真实用讲一句话，温书克鲁，恁遮人个读册人，讲国个五水西，钱拢少少条。恁遮人拢无见识，成个爱你啊，拢来掠去活台。温书克鲁，我听我嘛是温书克鲁。我听下，虽然讲我已经要敬国十岁，我不徛出来讲袂使。但系人拢讲我五水西。那刚才哎，我讲哎，我都有这土木老师，我应该啊，一天这土木老师学过，一定爱这个。你看勉强，那个胡适之，要演讲去整大海啦，唔代表讲啥。哎，我讲英语也是，但是中国话我唔代表讲啥。还好啊，德摩德拉西。啊，人迄个伊台登得真紧，偌紧的，我登得真紧。伊要叫我讲，啊，我想无，伊讲啊，我想出来。自主，所以这个台湾官僚啊，就是主管。啊，我咧去来问讲，啊，主管是代表啥？主管代表啥？对无吼？咱大家慢慢听着讲主管，听到明听到新嘅，伫台湾台湾听主管，啊，代表啥？伊讲主管就是人员，我这个我就听无。人员就是讲啊，假使什么人啊，吼，入去关。啊！来去甲迄落，去国会去甲讲，啊！甲伊个卡片填了，甲电话，啊！叫唔知叫人权，伊讲唔是，迄叫做个人人权。我咧讲个主权是集体人权。你讲我集体人权写伫台湾管理法这条文个内底。伊讲美国伫迄个条文内底讲，美国要促进，要保护台湾个集体人权。去内底玩一下，啊！你若独立袂是，美国也无保护，也无促进台湾集体人权，你家己去想，台湾家己想。我唔是讲一想歹，人犹太人唔是去想，啊！台湾人有犹太人遐撇掉，你若有你去想。哦，我已经老啊，将从来要廿岁，大家袂拄着我。我也在在讲硬件，搁在讲迄落做迄什么迄落来应招，吼，应招就我就白做。但是我虽然咧，我无爱学遮少年人去骂讲，啊，因过迄个阿伯啊，臭蛋迄个阿伯啊，台湾安尼，真是死人，真可惜。所以我是讲吼，用这个方法，我大家去。用心去思考，这本书读过没啊？你若讲我这本书15块，伤贵，这免钱，还去读过没啊？你若讲我这无时间，你有时间，人读我无时间，就这样尔。有人搞咩？可能像你写遐尼细字，你写较大字，我就要读，我就要读，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讲吼，咱台湾人吼。稍微冷静一下，要关心台湾吼，要有迄地位，要有迄个冷静的地位，但是要有火箭的心，要有火箭的心，即个地位甲心，啊，佫会晓有迄个一步一步迄个策略，即个策略，啊，台湾未来要安怎行？因个台湾人讲。伊海外毋是成立什么革命党，什么革命党？啊！你这迄落做迄落台独党，我以为是台独副主席，我拜托你，我知伊，我台独副主席跟我老婆了。啊！你这迄落台独党，要输我只革命党，我你革命还要卡厉害。我讲我啊，你革命是安怎行？那伊未来，我你廿千多，我廿千刚坐啦，但是五娘，但是阿爸有电话，下无掉啦，下无掉啦，底下人一个尔，阿你就到哪大英雄，但是阿哪里是到哪去了？等于去结冰。所以我是讲吼，咱迄个理想吼，啊，定起咱做。假使咱这个人会当能担200公斤，啊，你唔好家己加讲，你来担1万斤。
不是讲要，不是讲会杀死，会去地死。人家连喘气都未喘，所以我看我咱一个写文章的时候，文章会使一直拍，一直拍去，对吧？你写讲迄个，啊，才100块，啊，两个零，我讲你加五个零，我搁比你较老，嗯，加五个零都唔免一辈子，晓得？我搁你加10个零，然后人就是安尼。一个做文，即做运动的人，会去外面惊死，惊讲吼，你即假知道，迄假知道，啊，像人老话就甲你问。啊！我当时甲你讲，遐你呾无去做，啊！你呾遐贫惰，我就做袂起来。我呾遐贫惰，我做袂起来，做袂起来。因为你敢教遐个，你嘛做袂起来。啊！无你喊我做起来做，我阁包一个红包互你，对无？做袂起来。所以我想吼，从即个来思考，来思考咱台湾的未来，较现实的。咱遐当掠偌济，连美国人啊，但是嘛是咧烦恼问题。结果美国人无得烦恼无，我不相信。台湾人个爱搁较烦恼，所以咱有这个台湾人爱偷笑啊。79点二五八三呢，拜托，爱偷笑。所以人家敢问讲，啊是毋是台湾人使修改？要怎修改？你若讲会当找79点25%，你来修改我。啊，你若是讲敢若迄个做出生的两分之一。迄无够，迄无够，对无？所以从台湾看来，看当作是台湾的宪法基础法，安尼去了解你就对。啊，唔免再去讲爱制宪、证明，什么人类？讲啥无事啥？我讲到这就好，啊，我open for discussion， 就是讲。